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命，北南东西宇宙圣殿 the temple 圣殿就是圣殿就是圣殿就是全部的宇宙的哦，吓死人！我们现在的活动不是一个小时，就是全部的宇宙，哇，不简单。OK， 那你现在，但是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跑那么多，好像他们我们就是开始在这个地方，月轨上面的 Hilasterion 这个输嘴盖。赎罪盖是现在的每个天主教教堂的祈祷，祈祷上面是赎罪盖，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次我们到那个天主教堂做弥撒，我们可以说那个是赎罪盖，啊，那个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奉献我们的血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跑到在那个给耶稣基督啊放在赎罪盖啊变成。我们的奥贝莱的生活变成完美的。OK， 我们就是要记得原来的大世纪可以到是圣所一年一次，耶稣死掉了，大奇迹门开了，我们都可以到天国去。但是你只有的这个大的奇迹，你要。新天主教熟悉的，你也可以到那个最圣的地方，最好的票就都裂开了，我们都可以每一天过的天国的生活的。OK，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奇迹，他可以把它按说是黑暗中变成光明的，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痛苦的变成的天的。你看耶稣的十字架。OK， 这个就是全部都是天主教教堂。你看，天主教教堂就是天国。这个是耶稣的身体、神血、灵魂的在天国2000年以前，耶稣基督现在在每一个天主教的教堂世界。为什么我们有24个小时？因为这边是天主，这个就是耶稣教，这个是就是我们全部的教会的。我们每一天往弥撒。把面饼葡萄酒变成耶稣，变成天国，结果我们每一天都到天国去的。你看现在的每一个 Caribbean，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来的圣殿都变成每一个圣殿教堂。好啊，什么在那个是圣所，我们本来有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 symbolism， 它是世界的光。若也在圣主的圣所中间，他一定要他那个这个是叫 menorah。如果你到那个罗马去，有一个东西叫 Titus 光荣，它有一个很大的 men， 有这个东西在那个地方。为什么是在罗马？这个为什么在那个在罗马？这是不这个是罗马，但是不远的地方有。罗马广场在那个一个宫殿有这个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变成以色列的标记，叫 menorah 啊，它是表示亚维天主是世界的光。它有我们说还是777啊，他们的圣殿也是要每一天就把它放油的，所以24个小时都是因为耶稣基督、天主基督是世界的光，我们也要变。光明之，光明之，我们就是光明之，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孩子，我们是光明之的。OK， 这个是我们也是刚才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是有那个12个面饼是永远的面饼，预表现在的，比如说平常耶稣基督他是5个面饼2条鱼，这个是表示将来他耶稣基督有5000多人。我可以拿五个面饼量的给他们吃的。OK， 我那么厉害的，我可以将来的，我可以把全世界的吃掉。所以，如果我不吃，耶稣说：“你不吃我的血，不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你没有生命的。”所以，耶稣可以五千年给他们5个面饼量的给他们吃的。啊，这是表示天主可以没有问题，他可以就全部的宇宙的，而且是变成弥撒，
啊，那个太阳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可能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，但是那个圣母玛利亚常常出现，每次出现一个标志，那个是跳舞的太阳会跳舞的，我有很多朋友看过的。啊，那个太阳的表示里面有一个身体，那个是耶稣的身体，表示是渐渐的世界的光，就是耶稣基督的。OK， 我们就是要复兴，我们现在是讲最圣的地方，就是 Holy of Holies 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出来从这个 Holy， 这个你进去这边是圣所，你再进去是圣所，这个是 Solomon 的光，前面有两个这个柱子，你看这个柱子叫 Solid， 这个是就是固定的、坚强的，所以。这个两个柱子，事实上很多人他们的解释，但是有的人解释，我们刚才说的是在沙漠里面的云柱还有火柱，这个是两个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是表示啊、每一天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来到耶和华有这个火柱而圣柱，所以这个在所罗门的。圣殿啊，那个所罗门的圣殿是盖的3000年以前，它里面有这个设计的啊。这边地方说这个是 Bronze Sea， 哦，这个没有说的是什么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吉他，但是没关系。它这边你看有三个，这个是 Bronze Sea， 这是 Purification 净化作用的，但是意思说你要带进去，你要就要特别的 Sea 的利益的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奉献，那个是那个祭台，就是奉献他们的杀掉了动物的啊。OK，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门？这个门就是如果我们到耶路撒冷去，耶稣钉十字架死掉了复活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圣母大殿。它的门有两个这样的。为什么我们放在有这个门？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，我们可能我们没有注意的，在这个圣殿旁边有那个金门，还有那个美门。啊，那个因为从耶稣他们说的这圣所，他是讲的上面这圣所的下来的是水，经过这个门。我现在是看这个，你看我你会看，因为这个圣母大殿不是对圣母大殿跟那个。东门的门是一样的，两个这样的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？OK， 从这边，从耶路撒冷就圣所的有下来的水，这是表示耶稣是世界的火，世界的水，他会出来的。从这个地方，你看他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一直一直跑到四海，他爬到四海，意思说天主可以把。苦的东西变成甜的东西，我们的苦的死海是代表的死海，我们都是失望的。但是耶稣的恩宠都是从这圣所慢慢出来的，从东门一直到那个东方的，一直到死海，我们看那个地图的啊，它变成甜酒啊，那个是这边有很多故事，这边的，但是埃斯克的介绍的，也有同样的是从摩西录的，有这个生的。圣的河出来的，从东门就有的，它啊，圣殿六十也是要出来的。这个表示说，每一天我们到天主教的教堂，有耶稣的恩宠都出来的。而那些树旁边，他们每一个月有新的水果，表示24个小时，每一天有这个有新的东西出来的。OK， 我们就是回来在那边，就是这个东西都是从那个出来。Yom Kippur。那一天，现在耶稣基督他是第11个活的Yom Kippur，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意思说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是慢慢的痛苦的奉献给天主，变成完美的。OK， 所以这个是就是 The Day of the Yom Kippur， 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一个活的Yom Kippur。它是一个活的赎罪祭。那有一个有意义的东西，你会看里面。它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典，
他四十讲，他介绍的，他介绍四十讲，他说他用这个是四十讲啊，保罗介绍四十讲，他说这个地方这个四十讲是这边，就是书记盖，这个地方是 Capoleth， 这个地方是 Mercy Seat， 意思说原来的那个犹太人每年一次把他的就圣所奉水变成赦免的罪，现在的赎罪盖，现在的耶柜，现在的 Capoleth， 现在的赦免的凡都是十字架。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说因父及子及上神之命，那个就是把包括全部的旧约的赎罪就变成他的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，好像以前那个高士基他要到世纪里面，他那个以色列的罪被赦免的。OK 啊，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变成我们每天在弥撒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往弥撒？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现在的下面的这边是赎罪盖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的。所以我们仰望往弥撒去求耶稣基督，就是有活的。你看赎罪，它是一个活的赎罪啊，赎罪祭。所以这个是赎罪盖。耶稣基督本身是赎罪的祭，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参加这个活动，变成完美的，只有天主，只有耶稣可以做这个东西。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个地方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地图，但是没关系。这个地方是，你看，他说。耶稣基督就是设计那世界的光。OK， 耶稣他不就是说，他不是说哦，我他说啊，我是世界的光啊，那个很我有可以很那天你知道有很多人侮辱耶稣基督，他说那天他很累啊，他啊跟我们一样的，我们累的，哎呀，干渴不能吃。耶稣也是这样，他累的，他说哎呀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的人就是。你是什么样？你说你是世界的光，我看这个我脸点细，你是累死，你怎么会说你是世界的光？他说 OK 哈，我这样的时候，他说 OK， 我跟你讲，我是世界的光。这个人，他是那个人，他本身你看，他耶稣这个是他放在他的眼睛，他是瞎子的，他放在这个就是泥土的。他说你跑到西罗旺。有一个东西，我可能我们忘记的，但是在那个西安山，在那个圣殿的上面有一个地方叫西罗王，那个西罗王的名字叫，那个西罗王就是叫 Saint， 所以耶稣派这个人到西罗，他放泥土在这边，他说你跑到西罗王，吸你的眼睛，你会看得到，所以我不就是跟你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跑掉，我现在。给你证明，那个人跨步，那个人是看不到。我现在可以把他看没有看到的人看到，所以我们求天主，这个是重要的是，天主给我们有眼睛看这个天上的天上的奥秘啊。OK， 我们要现在是后面的事，所以现在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圣殿。现在的圣殿是什么？天主教，我们现在我们刚才说的全部的就是耶路撒冷教，现在天主教就是圣殿的，我们就是圣殿的中间的，那个是波特鲁保禄的啊，那个就是提巴啊，那个就是波特鲁教堂啊，那个就是埃及的一个东西啊，这个就是耶稣的啊，你看 Bernie 的呢很漂亮，以后我们国家，因为我们这我们的节目，我们要跑到全世界，我们也跑到这边，介绍很清楚的谁设计这个东西。所以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现在的圣殿都是天主教。耶稣说的：“你是波特路，在这个磐石上，我建立我的教会。他的教会就是 kingdom， 他的教会是天国。所以现在。”我们是天国的人，天国的就是天主教，天主教就是这个是波特路啊，波特路就是这个，他说是磐石上，
他说在这个盘，我跟你说，波特鲁是哪一个？我不知道。你看，这个是耶稣的，按这个就是十二个宗徒在那个上面。如果我们到波特鲁教堂，我们看上面的有这个东西，按这个就是全满的，按那个，可能你听过那个穆斯利尼，穆斯利尼本来这个就是一都是房子，但是他穆斯利尼他虽然他是一个独裁者，但是他是好是一个教友，所以他那个什么，他做这个路线要经过这个地方，也看那个波特鲁的教堂，所以这个是重要的，是这个是那个是提伯河，啊，这个是波特鲁教堂，啊，这个是潘氏，可能你是不是看过？你是不是看过那个电影？叫做啊，这是什么？达芬奇的秘密。他那个人，他是做另外一个电影，他是做《Devils and Angels》天使还有魔鬼，他是第一次幻想。他说：“哦，我知道。”他听过那个故事，他说：“耶稣建立教会在磐石上，啊，那个磐石上是波特鲁，所以他是奥贝莱。他做那个节目，他说有飞机来了。”他飞机，我们现在他觉得那边有一块石头，他们就是灭那个石头，那个世界末日，啊！但是当然的石头就是较重，那个人较重，但是他觉得是真的有一个石头这边，啊，那个整个的电影。所以如果我们看那个有意义的电影，都是天主教的题目的，都是因为这个是最大的奥秘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是永远的啊。天主教是永远的，因为是建立在教宗，我们都要听教宗。他教宗是现在的代表耶稣基督。那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电影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一看，我忘记后面是什么。OK， 我们就是回答，这个是最后的，什么都不就是。但是我们回答是的，我们就是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最后的回答，中间的我们可以从 IG， Jerusalem。罗马 ，OK， 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罗马 ，OK，IG 以色列的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天国 ，OK 就好了，不必再说啊 ，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天国，我们现在住在天国的，不是那么好啊 ，OK， 谢谢你们大家，感谢你。